如果你是一个动物的话，你是什么动物？老虎。为什么？那种感觉。你觉得我是一个动物的话，我是什么动物？我觉得北极熊。真的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像个熊？很多人都说我像个熊。我接受。我觉得你是一个会飞的蟑螂。你像一个蜻蜓、鸵鸟、袋鼠。它是一个有那个叫什么愤怒症的。愤怒症的袋鼠。不给它吃饭，它都。